去 Santa Monica 的路上，我们打算在那边吃一个 brunch， 然后今天就是可以在那边看看海，然后轻松一下，感觉特别好。我到那边再给你看看。Como es, si yo fuera Maradona, frente a cualquier portería, si yo fuera Maradona。我们已经到餐厅了，然后我们坐在海边，就是从这边可以看到一点点 Santa Monica 的那个。我不说要录一下我们的食物。我们开始吃了。这个是我点了一个前菜虾，然后他点了一个 salad， 然后我们都点了一个主食，然后一个甜品。这个少女心点了一个 ice matcha， 我的是一杯咖啡。哇，今天天气真的超级好，然后这边阳光洒下来就还挺暖的。其实这里天气就是有一点微凉，所以我穿了一个外套，但是它是那个风是有点少少的冷，然后阳光再洒下来暖暖的就很爽。刚刚拍的照片好美，就是那个海。La vida es una tómbola de noche y de día. La vida es una tómbola y arriba y arriba. La vida es una tómbola de noche y de día. La vida es una tómbola y arriba y arriba. Si yo fuera Maradona, viviría como él.咱们的甜品快要化掉了，所以我要先录一下，然后吃一下。先吃完饭，然后打算就是到海边来走走。现在好晒，哇，好美哦。这是有坐 roller coaster 的，那里就是那个啊，Santa Monica Pier。好多小松鼠在这里。我精力是不是特别好？一点时差都没有。对啊，我第一天来的时候2点就是懵懵的。去吃个冰淇淋现在。这边是Santa Monica 的逛街的区域，步行街。我们点了一个薄荷口味的，坐下来吃个冰淇淋。我姑姑现在去开会的，所以我会自己在这边逛一逛，可能喝点东西，等她。那今天天气真的太好了。
这个地方超级漂亮，我自己给自己干杯，干杯。然后我们现在打算去吃晚餐了，今天晚上是会跟姑姑的朋友一起去吃饭，期待吧。看这个地方真的好漂亮哦，超级美。这样吃完甜点，准备走了，去吃晚餐，拜拜。啊，我们现在已经吃完晚餐了，现在要开车回我们住的地方。哦，突然好冷，这里的那个日夜温差真的很大，晚上那个风一吹，我真的是头皮都要麻了。真的真的晚上太冷了，白天就很舒服，所以现在我们要先回酒店换个衣服，然后再会一起跟布布的朋友去酒吧喝个酒，就是这样。哦，太冷了，好了，我要赶紧跑回车里了。Hello， 早上好，今天又是新的一天。我们今天的安排是要去逛街，但是这个地方是要开车比较久一点，大概要一个半小时、两个小时吧。嗯，就是那边的话，反正我没有去过，布布有去过，他说他带我过去，然后就没有时间坐下来吃饭的那种。我们就刚才他去加油的时候，我去买了一个 Starbucks， 去买了点水之类的，然后还点了一个 matcha 的 frappuccino 给他。现在我们就真正的感觉有点那种 road trip 的感觉了。过几天也是这样子的，只能可能早餐吃一个 Starbucks 了吧。现在先吃个饭吧，好饿。到这边了，刚才一路过来好酷啊，就是可以看到非常多的山，然后就是整个地方就是那种沙漠的感觉，就还蛮酷的。现在已经要到了，终于到了，我们开了一个多小时，然后现在到了。然后这边是 Five Guys， 不不说这个是我们的午餐，天哪，我们早餐吃汉堡，午餐也吃汉堡，在新加坡还没有吃够 Five Guys 啊，没有这边好吃，因为可能新加坡的 weather 也不好。我刚才坐在车里，好抖好晕啊！然后早餐，哎呦喂，我的那个飞起来了。上午跟中午逛得我们好累啊，然后买了一些东西，买了一个好像是那种毛衣还是什么，买了两件那种针织衫吧，然后下午还要去逛，现在就是要先吃点东西。姑姑好着急哦，她就是很 on， 就一直在找那些店铺，然后一直在陪我逛，所以现在我们已经下午两三点了，两点多，下午两点多现在才吃午餐。然后我们点了 Five Guys，这个就是我今天的午餐，他在这里还找到了奶茶，一个那种泰式奶茶，一个普通的。我们现在已经回到车上了，我们真的是逛了整整的一天，现在已经是下午六点多了，我们要开车回到就是 LA 的
市中心那里，所以又要开庭，就要开一个多小时的车。没有买特别多的东西，但是有买到就是比较喜欢的，也蛮开心的。最主要的是跟波波一起来玩，就是很好玩，很刺激。我们俩都是暴走了一整天，也是陪波波逛了一下下，所以帮他也买了点东西，我自己蛮高兴的。现在在车上休息一下。我跟布布打算来 CVS 买些东西，然后找到最近的一个，竟然是在刚好这个好了五大道上的，顺便可以带你看一下。这个地上的五角星上面就是有写着各种之前好莱坞名人啊、那种演员啊、明星什么的那个名字。我 N 年前的时候就有来过这些地方，就是来打卡过这些地方。衣服了，准备去吃晚餐。这个是我们的前菜，我已经开始在分了。这灯好漂亮，超浪漫。Tastes like strawberries on a summer evening.And it sounds just like a song. I want your belly, and it's so.